中老友谊高野传，老挝欢迎五哈团，朗勃拉邦米，这人很兴奋。这啥呀？碰碰车，这个车上只有三个位置。啊？哦！哎，哎，上车，老段。这是我们的。啥战术啊？太笨了。哎，耶、yeah! ！拉呀！哎哎，要走大家一起走。去哪儿？我们去哪儿啊？头盔东北扛汤。什么东北？我也难捏嘛，你我你扛。哎，你给我那句整没了，你别说，你别。这啥呀？走吧。咋办呀 ？3, 2, 1, go！走吧，好。哎，你说不行就脱鞋呗，咋办呀？快让那你那滚开那呀！滚开来呀，都！欢迎奶奶呀，亲奶奶！好了吗？哎，几够啊？欢迎奶奶，欢迎奶奶！他俩已经疯了自己。欢迎奶奶，你欢迎奶奶。贺哥，你别念了，你把我那块念没了。我自己的每一遍都不一样。老挝行，我们出发啦！我要把我的这句牢牢记住。想干啥去？怎么说你那句？空呀空空空呀空空，头盔东北扛太。咱俩这一句，指定能拼出来点重要信息。哦哦哦，没准你那句是借500块钱花花，你就掏上了。我这句不会是可以上你家吃饭去吗？但是我那个 CEO man 应该不是。CEO man。对 ，CEO man，TU man，Sofitel 乱发榜。再见男人。不是，肯定不是英语。那 CEO man don't get up， 我也后面完全记不住。你那句确实是可有可无。水牛，变大了。猫一点哪里是你奶奶？牛牛，牛牛，三百里。小羊，猫你哪里面的麦？三百里面，逼得我说兽语，直接让牛带我去。牛语，哞哞哞哞哞。但这种感觉还是很好的，感觉还挺新鲜，真漂亮。这多好看啊！已经开始欣赏。边上这有点泰国海岛的意思了，太像泰国海岛了，就是没有海，其他都一样。这些小镇真美啊，挺神奇的。记住别摸小孩头啊，对，容易忘。三百里，三百里 ，Hello， we want to go to the hotel。我把卡账拨来讲，好在来接人。你会说中文吗？不会。不会。但是咱把路堵了，大哥，咱要不要停边上下来问？对，我先出去吧。他现在人家要收费吗？要付钱吗？一万。没有，命一条。就后面那个车夫，车队都是的，你问他收钱就行了，拜拜。是人家说还在逃单呢。哎，在这儿能问吗？哎，在这儿可以啊，在这儿吧，咱们靠边停一下吧，哥。我知道，靠边，对。走。他妈，什么话都忘了。哎呀，超哥，你得下来呀，你是第一句啊。不一定要顺序啊，我怕我吓着人家就没有后面那句了。Hello， 三百里，三百里啊，三百里，Can you speak Chinese？ 中文，
会说吗？他说不会，一点点，一丢丢，哦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我们要去一个酒店 ，hotel， 呼呼。We go hotel. Hotel, but we don't. We don't know the. Where is where? I don't know where is the. Where is where they? But we know the hotel name. 再试吧，开始试吧，哥。来吧，先来吧。我这肯定不是，你先讲。八三粒啊，八三粒。八三粒是啥呀？八三粒，三百粒。要不然你的鞋就脱了。来，我脱一个，来脱个鞋。哎，这兜子都带好了。嘘，三百里，昆明困境。三百里，昆明困境。没有任何信息，哥，这是问号。你这个没有任何信息。回我你哪里可能能买 ？No。我都觉得不行。可以哪里可以？再拖一个。黄奎东北扛他哎，你看看人家对我这个是有兴趣的。那你快叫什么？黄奎东北扛他哎，黄奎东北扛他哎。哦，我来，我拖着鞋。来，你接第二句很重要。第二句，其实来这应该。可以吗？你本地要谈兵。先干活去吧。可以，那你可以买币。No， 我 No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会买币。可以吗？你本地要谈币。可以买币，可以买币，是不是你同意？不对呀，我白脱了你的鞋。不是，我觉得要咱走吧。关键是他告诉咱老挝话，咱也听不懂他说的是啥呀。走吧，换地方。走吧。谢谢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走，这两只鞋，这鞋白脱了。三只。三只鞋没了。哇，好痛！还是得找带中国字的地方。对。熊姐汽修怎么样？熊姐汽修配件在街对面。哎，熊姐汽修行，就在这儿吧。熊姐的店，注意点安全啊。走，熊姐的店。啊，看你的猫咪，你怎么歪？你好，是中国人吗？哎，老乡来了，帮个忙，哥。你好。我们打听个酒店，找一个酒店，就是我们就学了几句那个老挝话，他们不告诉我具体叫啥名。说嘛，什么空卡空快，空卡空亏，怎么说的？有没有对您帮我找一个本地的，然后我们翻译一下呢？你好。我们要去一个酒店，但我们不知道位置。他们让我们猜酒店，让我们猜，给了我们一人一句话。但是我的是八百里，三百里。然后我是第二句，靠你奶奶，靠你们奶奶咪咪。你认真说，我真的没事。爷，你拖着鞋，你听听我那句。对，免得听一下第二句。我太好奇了，我听第二句。你听我那句，我也听一下。可以吗？你本地要谈兵。还可以。靠你奶逼嘞！靠你谈兵。靠你奶逼，靠你买逼。你再重新来一遍。空来杯。不要笑，好好。空来杯，空来滴。要么就是你们说的不清楚。肯定是我们说的不清楚。对，那没办法，所以就得大家一起猜一猜呀。他是本地的，他应该知道。空来杯，我也才来。我再听听第二句。第二句。嗯，来。